轻的同学哟，欢迎来到我的手术室。看到手术室里这具漂亮的尸体了吗？想离开这里的话，你要把手伸到这具尸体的肚子里，尝试在一分钟内找到两把钥匙，注意是钥匙，不是心脏，不是眼球，也不是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哟。这里是康复科，在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些足部疗程，你需要在指压板上尝试跳绳，一分钟内跳满十个我才让你走哟。哇哦，看起来好痛的样子哟。年轻的同学哟，现在你来到的是神经科，那么让我们来做一些手部放松治疗吧。你需要手持一只不知道是谁的断手臂，断着两个不知道是谁的眼球，绕着这些路锥走一个来回。注意，眼球掉了的话是要重新开始的哟。来参观一下我的内脏展览室吧，在这里你如果能在一分钟内准确从我的各种人体器官收藏中辨认出三种器官并说出名称，才算过关哟。子宫。你没有。你也没有。膀胱。这个我有。膀胱不要指我。年轻的同学哟，喜欢我的骨骼收藏间吗？骨头可是非常好玩的哟，你也来试一下吧。如果你能用托盘把三个头盖骨都翻面，那会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哟。